请这个阶段的颁奖人，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副理事长卢汉华，请在我们台前。那我们同样请一米的得奖的选手，我们一起一米一的选手，我们请到台前，我们要进行颁奖仪式。首先第一名谢炳阳，是奥登堡马术指导中心。选手黄博翔，我们站第一位。第二位我们站的是陈玉龙。第三位我们站的是陈品宇，从左边站过来，这边。我们其实是站这边。陈玉龙、陈品宇、苏志展、杨宏宇。杨宏宇、廖湘云、谢炳阳、张真凯、吴俊昌、黄敬林、黄国祥、谢德阳。我们再次请各位掌声，恭喜我们以上的
第四名，我们补办一下。刚刚黄伯雄，我们补办一下第四名。恭喜我们的1比1级数的所有的得奖的选手，他们非常的优秀哦。